境界都在生灭里边，今天好，明天不好，因为我们受影响的，有时候是你着相了，你能够察觉到的是说，哎，身边的都是影响你了，甚至你说身边的人也没影响我，我都甚至没着相，你察觉不到说我突然出现问题了，是不是退转了？那可能是气候也会影响，你知道气候啊，还有太阳啊、月球啊、地球啊，比如要地震了，你看很多。地震的时候，很多小动物都烦躁不安，何况我们人类，人类只是傻一点，感受不到了。因为他其实不是傻，人类是很聪明，他是脑子就专注在这个被刺激的很多名利情啊这些东西强烈的牵引，他既然不够自然，他就不，他那么强烈的地震的感应，他都感应不到了，反而还不如老鼠跟蚂蚁啊什么这些东西。人类是万物之灵啊，你知道，说明我们执着的多厉害，对人道的这些是名利之情这些的。所以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可能影响你啊，所以境界无上正的境界真是没界，只是一个过程。哎，你觉得哎，在任何时候我的正直界菩提心慈悲心都寥寥分明，我没有丢。哎，我烦恼的时候我也寥寥分明，在这我而且我知道自己烦，而且我甚至知道自己不太清净，这都是进步。我们在气脉很清净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身心哎呀一片光明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进步了很容易，在自己烦恼的时候，身心一片慌浊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还在进步之中，这个真的要靠不着相了，是吧？啊，我又烦了，这好像退步了，那真的是在不着相，一定要正直界才起作用。为什么清净的时候、快乐的时候或者身心清安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进步了呢？你这不是着了这个相吗？这不生界吗？啊，你烦的时候、昏浊的时候，你又觉得自己退步了呢？这空性正见马上就得起晕嘛，这不必进空嘛？你不着相了嘛，是吧？哎，所以没事的，继续修吧。但是，就总觉得有一种就是，好像觉得还没踩到，感觉好像还在飘一样，没踩到一个实质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就你定力还比较不行，定力还不说这个定力还不行，那继续修嘛，要最起码你要定住你，因为你的头脑啊这些，而且你观想你这个气全在这一块，可能是写东西还是什么，你要静下来放松，要如如不动的在那坐好几个小时。啊，打坐，我觉得你清静了，你喉咙那块气也通了，清静了，现在是昏头昏脑头上的，啊，这一块昏头昏脑，他在清理眼根，嗯，你眼根快清理完了，以前不是眼根这儿一圈儿，一圈污浊的气，一圈煤气，现在那个煤气快进来，现在就鼻子这块还有一团。这儿还有一些啊，清理了60%-70%，继续努力，马上就完了。但喉咙里边已经基本上干净了，但还有点堵，但是干净了。以前是这儿一团，这儿一团，这儿一团，你还别说，还不只是煤气，还是晦气。哎，这儿是煤气，就是你那一团要是在，你会出问题的。那就这一团，就眉眼这一块，就像个青蛙在这爬。那个就是还是那种那个气还真不好，他现在已经快没了，哎呀挺厉害的，那个真的是就会那个真的很麻烦的，要是他要清理不了还挺麻烦，他是得晦气，就是看相就会觉得你那块有晦气，就是这段时间会出事啊什么的，那你就没有了。你看修行多厉害，改风水的哦，直接改了。老师，你不是说还会再堵上？你这个不会，堵上是气脉就是会堵，但是你那些东西一旦清理完就没了，彻底没了。嗯。如果你那是先天的，就是投胎的时候带来的。嗯。就打坐，如果长时间一点的话，会清理的更快一点吗？嗯，目前是这样的，但是气要沉下来。就头上你现在他在清理这个眼根嘛，就是眼根就你注意着相就行了，一睁眼就分别黄的红的这些，就一睁眼就错，我告诉你，一睁眼一起念就错啊，就是这样，因为那是人道的眼界嘛。然后呢，你的喉咙还不通，但是没有那种浊气了，没有一团浊气，一切现在还不通，那需要继续通了以后，你的声音会亮，就声音说话很嘹亮了，就现在就堵着，知道吧？嗓子这儿堵着，你说不出来。你哪天觉得声音亮了，
哎呀，声音里喉咙里边甜甜的，有那个，你就知道，快完了，你那个状况，真的好了，你好了70%。我就很怕，老师又堵上，然后就怎么打？嗯，我能什么堵上？就他通完之后又堵上，然后又得重新开始就好了。就是再堵上也是你堵的气脉不一样，就再堵上他也很清静的那种堵，就是说你烦也不会很烦，你不会烦到呜咽胀气到不想活那种程度。嗯。烦恼也很轻，就是你的烦恼会很轻，而且时间会短。这一块好像。就是，然后他会让我，就是比如说在思考一些，比如说空心阵线的时候，没办法很清明的去思考。马上就好了。嗯，我知道，嗯，现在昏沉嘛，那就不要思考了嘛，非得思考。对啊，我这世界没啥事，因为有时候本来就多想。然后在打坐的时候，可能自己习惯性的，就是说有时候在做的时候会去思考，因为有时候做的就是，哎，坐在这里。好像就有点傻掉了。那就不要思考，嗯，六根不清用几天还是可以的，嗯，都用了好几十年了，让他休息一下，过年了，放假呗。你现在就是头昏昏沉沉的，就像头是昏昏沉沉，脑子这里边就像西瓜没熟的那种感觉似的那种。就是那还牵引的很，哎，你就不理他，你就不理他，就自己看着挺好玩的，顶着颗生西瓜头上，就那种吧，就这么的，过一段时间就很开了，开开心心的修，越来越好了嘛，不是？那我可能对于场地还是有点执着，比如说我会觉得说，在道场在你身边可能清理的更快一点，然后可能你明知道这是执着嘛。是然后还不敢，明知道说，你看前面说的我还是对场地有执着，然后后面一大堆，明知道前面这是执着，然后呢后面说是，我改不了，是吧？没说改是吧？这个也没什么错，因为刚开始就是医治一下场地啊、风水啊，有时候。我当年也会去四大佛教圣地遗址场地嘛，那个时候因为红尘里边更没有道场，啥也没有，然后也会跑到山里边的。刚开始是因为确实功夫不行，当年佛陀也得悄悄跑出去去的苦行里生活呢，皇宫里边待不住，放不下他嘛，修没办法修太那个场，其实是。等你修到无分别的时候，随便去。在红尘里边江湖上混的，去江湖上借心去借空心，对啊，然后这前边也把班服后边也把刀的去江湖上借空心。